知道你从小就开始练琴了，你一定是很喜欢古典音乐吧？没错啊，但是等一会儿上台的来自皇家音乐学院的房方带给我们的是结合了古典的小提琴和现代艺术的完美结晶。有请房方给我们带给我们 Courtney Joe and Alexander。